大家好，我是柯志豪，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。那我平常的工作就是作曲、写歌啊，做音乐那样。那这次在水牛爬树这个计划里面呢，我应该就是还是写歌。那我想要写一首客家歌来表达，看看什么是新的客家文化。那想象的做法当然会，我想要找一个不一样的，就是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歌手来一块合作，然后我想要有不一样的延展性，让音乐本身也可以展现到很多客家的风情。